据媒体报道，邓紫棋因合约问题与蜂鸟公司纠纷不断，于日前起诉了蜂鸟，以公司擅自签订合约，尝试逼自己参与违法活动等罪责，要求判决终止合约或合约无效，并取回音乐作品版权以及 YouTube 频道控制权以及相应赔偿。4月8日中午，蜂鸟音乐发长文回应此事，否认曾逼迫邓紫棋参与他口中所说的违法活动，并直言他是被身边的环境和人影响，才会以为公司这么多年的付出是为了占他便宜赚他的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